我听你弟弟说你现在那个学习不是很好，因为我刚才进了这门时其实看到你那个家里墙上挂了很多奖状，是为什么你突然学习不是很好？觉得学校很无聊。那你不学习你想做什么？出去打工。出去打工。出去打工？你今年多少岁？14。14岁你就要去打工？你认为能打工吗？你的年龄有谁敢让你去？没有文化你去打工，你能打你就认定打一辈子工吗？不知道。我今天其实从心里面，从表现来讲，我应该带你弟弟去，可是你弟弟一直说要让我带你去，所以我现在也很矛盾。那我给你们两个人几分钟时间考虑一下，然后集中给我一个答案，好吗？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沙丘是吗？嗯。那我先看谁的呢？看他的。那他去。让他去。哥哥曾不想去你家里看一看。你去那边没什么好了解的。如果我带你去的话，我就一定能去。怎么看你不是很愿意啊？那我可走了啊。没想到一个11岁的孩子会没严肃的表情，很内疚。我都看不见，咋的不看啊？我看你结束了。我这桌上是吃亏了。我娘轻松嘞，我娘轻松嘞。